这个滚动机压低一点好多了。你看它几个把。这个压低。王先生，你走开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开快一点。两卷一指完了，没事没事。这样其实这样级别好好多了。嗯，加长这个好多了。把这个加长吧。没有，到时候他们要搞个这个东西，把搞卸下。我那两个这样没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就搞一个东西。对。那、你拿上去吧。这个是要这样分立起来的，是吧？叠起来的，是吧？现在是每分钟一百二十六分。这样搞出来的话，你像就是250多片，一分钟。啊，还可以，最快能到150。对，150。今天赶快，刻好，我们要发到杭州快递局手机，在杭州一个。其实也要这么长，真的要这么长。不用，剪这里剪掉100到200下来就可以。没意义了，剪掉。整体协调性啊。
这里还可以往上面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走一点，这里减掉一点。这不容易，不要了。高老板他也今天下午的。高老板他今天下午。说。高老板呢？今天下午来。哪里下？三台啊，下午台啊，他说下午来签，下午来签啊，他是他这个好像新一点的，这个材料很大关系，对呀，材料很多是很多，还有说真的。我在邦凯第一次他们自己接的输送带，哔哔哔哔跑来跑去，输送带也要接好的，可以了吧？反正他这个材料也没用，他这个材料没用的，他这个材料是废掉的。那个头部走的不错。